我把瓜子皮丢地上怎么了？反正今天是我值日，我懒得理你。不理我算了，我扫地去。哎，扫把呢？胖妞，你是不是把扫把给藏起来了？怎么可能啊，调查！我刚来教室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啊？那这没扫把怎么办啊？等一下老师来了，我地还没扫呢，又得挨顿批。刚才不让你扔，你非得扔，这下好了吧？胖妞，干什么呀，貂蝉？你帮我去办公室拿个扫把呗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求我也没用，办公室这么多老师开会呢，要去你自己去。胖妞，你要是去拿把扫把过来，我请你吃汉堡。请我吃汉堡？貂蝉，我跟你说，我不需要去办公室拿扫把，我就可以自己做一把。胖妞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这扫把要怎么做啊？简单的很，有卡纸就行了。胖妞，你今天要是能把这个扫把给做出来，我请你吃十个汉堡。貂蝉，一言为定，绝不能反悔啊！行，赶紧开始吧，我再看看你是怎么做的。那你可瞧好了，拿出卡纸和剪刀来，先用卡纸卷一个扫把棍儿，加点我仙女的口水，把它粘住，再做扫把头，再把它剪开，不要剪断。扫把头剪好了，把它粘到扫把柜上。对呀，这样看的话，还真有点像那个扫把的意思。那必须的嘛，我得把这个扫把装饰一下，做成七彩扫把。我要把每种颜色的折纸都撕下来一条，贴在扫把上。怎么样，貂蝉？我做的扫把好看吗？哇，胖妞，你可以呀、啊！没想到还真被你给做成了。那必须的嘛！赶紧把你的瓜子皮扫了。哎，好。快点啊！嘿，胖妞，还真没说，你做这个迷你小扫把还真好用。那必须的嘛！貂蝉，赶紧扫，扫完请我吃汉堡。行行行，哎，那个胖妞，你再帮我做个铲纸吧。好啊，拿出一张黄色的纸，对折一下。